哎，他浪你少了。今天带大家漫游郎中古城。郎中古城古称保宁风水之城，是中国传统节日春节的发源地，东靠巴中市、仪陇县、南连南部县、西临剑阁县、北接苍溪县，2000多年来为巴蜀要冲军事重镇。郎中是三国文化旅游县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。三国时蜀汉大将张飞任巴西太守，驻郎中达7年之久。在这里他率精卒万人打败了曹操的上将张合带领的30000人的进攻，取得了保境安民的胜利。张飞伐吴前夕，他被部下范强、张达所杀，深葬于郎中，后人为其建的桓侯祠今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。而古西汉时期著名的落下红就是郎中人，他是世界杰出的古天文历算学家，编制出太初历，第一次将24节气纳入历法，沿用至今，确立了以孟春正月为岁首的历日制度。后来人们将正月初一定为新年，民间才有了春节的说法。所以为什么郎中是中国传统节日春节的发源地？郎中特产之一保宁醋是属于中国四大名醋之一，距今已有1078年历史。它以历史悠久、质优味美、营养丰富、防病治病而著称于世，近百年来被人们誉为川菜精灵，甚有离开保宁醋川菜无客顾的说法。那么现在大家就随着我的镜头一起漫游郎中古城，感受这座古城的魅力吧。
哎，你看那个河上还有那个划船哎。吃饭吗？吃饭，三点多了。吃过了，吃过。所以是亲的。嗯，吃过了。
的是在正对面出来的游客，欢迎购买咱们的鳌山加油团的套票。咱们套票现在非常的划算，原价120，现在只需要88元，包几点的票，各家网站都接受。来到了快递邮箱，快递邮箱。再来快递邮箱。50的25的50的50的98。这些来宠物啊，早出啊，对面有人要回来，早点吧，默默的对相机是吧，这这儿这这直接进去了，100块钱真是的，师傅，你们今天要不要去我们的外围景点看个全景啊？你们今天要不要去看个全景？Thank you.
白参之火。那弄上啥？白参之火。开花猫说的。什么白参之火？这个啥呀？这啥子？啥子面啊、豆花啊啥的？我更想吃这个。你想吃的？要不要吃这个吗？Thank you.
这出去了，这出去了，往那边，不晓得那那边去那个啥子中天路那边去吗？嗯。没事就逛着说说，等一会儿那个哈。不急不急，先逛了走嘛，逛了再看嘛。我记得这儿的都是厂了。嘴巴头了，不了不了不了，这是什么？我这咋有点油裤子？哦，这个中华拿去摸一下，中华好啊。
Thank you.
我洗了。我了咋有我的分儿？来，他们也不知道收到，我们也不要。他有后边下个。他副班下得来呀？他副班下得来呀？我也全走了。你不要走，他副班下得来。这个事啊，你应该偷走。哦哟，那个天赋！那你们明年就去巴拿马了？谁第一个报名？没有，这种是走下去了，你走这边。从这往上走啊。有人在发。
你看，我不要，我要再见。
我们以前是这儿进来的，这边儿，然后这边就是公园，然后就这么过去，去走公园去看嘛，嗯。哎，这个是啥子？哦，这是这个是吧？哦。哦。我要说等等可以过去，你叫你下个手。苏涛，你喝吗？1987年12月，红石方言状元府邸。33军，应该是这里吧，是不是？就这后头。这是不是可以进去看？哦，维修中。哎，张军。要买啥子？哦。哎，白张军。
长歌。双世情，世情长歌。哎，我始终没看到好多钱。你看那是到哪儿？我记得以前不收钱的。五十啊。这是真的吗？早上起来到晚上都会流三趟的时候要走。你会回去吗？哦，那就好。好的，走。那不去玩的吧？那不去玩吧？那不玩吧？哦，还有过八栋山。
主要它是那个什么味道？什么味道？草莓芒果珍珠。我往长风庙那边走嘛，不是往长风庙那边走嘛。我这大门没看到那个啥子刚刚走出来那种热腾腾的东西，我记得我们上次就是在那边哪里看到一个，那都是现煮出来的，都是个牛肉，腱子牛肉。就在我们吃饭往里面，挨着你这一家伙是等着煮的，几大个锅盖煮。是吧？那我问老人，老人说就是辣椒子，那等会儿就买嘛，反正要走了过。这里是主干的嘛，我也正在想跟你说这个话，因为这个地方这个说